看看我们今天又拿了这么多快递，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六六大顺。看看里面都有啥。好，哎呦，不能误伤啊，是不是？那就损失可大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小猫的狗粮来了，那个捡来的小野猫啊，现在的生活比我们好，全价猫粮，半价不行是吧？四包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吃那个海鱼了。他猫粮就是那个海鱼吗？鳕鱼味儿哈，对呀、啊，上次吃那个味道哈。是的，一样的。他就喜欢吃，狗也喜欢吃这个。嗯，这家一个月就得个小200来块钱，我给他买个窝，花了60多。这小猫一个月也是有个固定消费啊。还好岛主这是不抽烟啊，酒嘛喝那么一丢丢也无所忽略不计了，所以等于不抽烟不喝酒。省的钱呢都给这个猫和狗了。这啥玩意儿，看看。哎，你不拦着我点儿？不拦着，我看你能不能砍下去。啊，这给老师傅买的。哎，老师傅这个喘吗？咳吗？这有这梨膏糖，老师傅专吃的。再来一个。啊，这是我的。我买的这个生根。我们去那个路边呢。那个河边的小柳树啊什么的，我弄一根过来啊，插在这儿，那个小枝头或者那桂花，嗯，就是桂花那种落叶什么的，就是这么长的小枝子就行，很短的，嗯，弄几个过来，然后插在水里看生不生根，只要它生根了之后就可以种在土里了啊，等你孩子结婚的时候就能开花枝繁叶茂了。那得躲多少年啊，你这玩意儿估计是好多年。里面还有啥吗？还有个小瓶快速生根液，那这是啥呀？啊，这是营养液啊！我买这个送这个，买小瓶送大瓶，大瓶送小瓶的。这小瓶是我买的。看来小瓶的值钱，大瓶的不太值钱。这也是啥呀？草本润喉糖，我也可以吃。这个给老师傅吃，主要是这还不是我呢，我那小粒的，比这个都小。看这是啥了吗？这你买的吧？你看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我买的。老刷鞋不好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挺厉害的啊、哦。嗯。我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我的生意才开张。不论是男，不论是女，不论是老头和少女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挺亮啊。双臂摆动，咱们2.5块一双。看没看见？等会我在门口给你支个摊儿。不是。你就这个是不是岛主是不是属于多才多艺是吧？就咱实在没啥干的，咱可以擦皮鞋去是吧？嘿，这是啥呀？那么大？这个是给猫买完了，该给车买了是吧？这是我爱车的东西，看到吧？哦，轮毂罩，那轮毂罩有点糊好了都，换换新的，看跟原来不太一样啊。哦，原来这有标，这个是新换的，这个我那个开丢了，这个你看旧了都。对，这个好像也刮花了，看到没？这里，嗯，都刮花了。嗯，索性我换一个，换四个，这边没有换一个的，一换就四个，要给它装上，这不就旧帽换新颜了？哎，耶！怎么就四个呢？为什么没有备胎的呢？谁备胎给你备一个呢？你就买四个，你这玩意儿。这鸭蛋反应挺快，没忽悠着你。你不得配合一下？你把你哎，你把你这拆下来不那么旧的放在备胎上。哎，这还送个边签，这个适合你，你用，给你了，贴你车后面。保持距离，别逼我变形。变形金刚啊，是不是适合你？不适合我。对呀、啊、因为你已经变形了。适合你。你已经变形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妈呀，这啥呀？地狱，我也不知道谁的。啥玩意儿？妈，这啥玩意儿？买什么？跳一跳。你试试。哇，你这都啥人带的呀？我去，你买假发干啥呀？试试嘛。秃顶了？没秃顶儿。那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我怕你秃了，给你备着先。妈，你看这还有头缝呢，头皮呢。逼不逼真吧？妈，还有个网兜子。
往兜子里先把头发兜起来才能带它。谁说的？是真的。这是干啥的？这个是、这个应该是不是网兜子，应该在里面。你戴一下我看看。我试试啊。啊、吓我一跳，你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一会儿我小点声，一会儿我去我爸妈来吃饭，我咔那一坐看他俩啥反应啊。这玩意儿是正事儿的是吧、啊？是啊。嗯。小点我戴好像。啊小啊。行吗？嗯。我去，刘海不行，哎，你这弄弄呢？哎呦，你笑成啥？不行了，这没戴眼镜儿，不行，戴眼镜你闪一边吧。哈不对劲儿啊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是戴反了吗？是刘海我不行了，你坚持住，哎，这回嘛。你怎么样？哎呦，你说你们真麻烦，我操！你看比胡子长都烦的，啪啪！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能好看？哎呦我操！哎，这女人这长头发真郁闷哈！你女人出丑事以后也就长啊！来，那怎么样？不是，这啥呀？这是？哎，你别说这嫌脸小，我可是啊！哎，我先说，哎，这是哦，你买这个嫌脸小的是吧？你看，笑死我！不是嫌脸小，但撇鼻子大哈，鼻子变大了。你买这玩意儿的？我这玩意儿一会儿我吓不吓他们去啊？别笑，别笑！等晚上吓唬你妹。哎呦我去！啥玩意儿？你戴试了？谁让我给你戴的？我给你戴。好，你给我戴。你这个哦，那个东西是套那啥的，那个套这个，套这个的，不是套在这儿呢，套。不是人家低头把头发都盘到底方，然后戴这个，不然你这长头往哪？在这儿呢。哦，好了，我先戴试试。啊。怎么不紧呢？哎，你戴挺好看，说实话，哎，啊。因为我是女孩子呀。来来，啊，别动，啊，你看。我跟你讲，这我戴有多么二，你戴也就多么二。我跟你讲，比我强不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你低头，这不也炮轰的脑袋梳个雷劈的缝吗？来，你抬头，慢慢抬。哎，你看，这不也这怂样吗？你说有啥区别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哎，不是你为什么买你自己长头发啊？你买个短发是吧？试试看嘛，看好不好看嘛。好看，你这就像造坑门，你知道吗？哈、啊，有烧火那造那个造坑门那个。好看，去剪个短发。这不就有刘海了？还有，嗯，是啊，好像行，嗯，比我戴是强点儿。哎，快拿走，我干活了。好嘞，你这太影响我成绩是吧？笑死了。哎呀，哎呦我得变大床了。今天晚上儿子要跟我睡，我得变个大床啊。我们这个现在是单人床，啊，我跟儿子睡呢得变双人床啊，拓展出来就不要卫生间了，不要小便座了。妥妥的，你看我们这个现在，这座椅现在翻转过来，这里也能坐人，这里也能坐人，多大？快收拾你的破烂，把你的破烂拿走。好的，你说这个应该挂哪呢？这里后面有个挂的地方，应该挂这儿啊。晚上挨个吓唬你，操，吓唬他。好的，我先把我这龙骨盖装上。